你看那外环到的水，还已经到马路上面了。那个马路还比较低。哎呦，溪水暴涨，黄水滚滚，就快淹到邻近的南投县仁爱乡松林部落。在地族人拍下惊险画面，还有这个。洪水顺流而下，不断猛冲部落旁的松林桥，甚至掩盖整个桥墩。为了安全起见，拉起封锁线。卡努台风雨势过大，也让部落排水堵塞。 不管是大雨小雨都会，可是这一次太严重了，严重到把原来所有的那个什么土石啊都冲掉了，还有我们每一年的管线，管线从来也没这么严重的被流失，再就是我们的蓄水池全部都被冲到河底了，从来没有这样子的，所以这一次的雨水太可怕了。 气象局资料，八月4号单日降雨量全台前10名，仁爱乡观测站占了前9名。其中松林部落临近观测站万大、澳万大及万大发电厂都突破400毫米以上，豪雨狂炸，不仅道路土石坍方，也让部落的井伊自来水管线遭到破坏，供水出现问题，族人们展开接水大作战。 大师傅，啊！哎哎，好，哎哎，好，大，兄弟，快快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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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十几个族人在溪谷中合力把水管往上拉，朝水源头迈进。但要如何顺着地形，沿着旁边的岩石拉水管，也是一大考验。
完之后，Demo, demo, ini mereka mahu hendak netai, apa punya, apa pun, apa pun, jadi.好不容易从水源头拉管线到第一个蓄水池，没想到还有另一个难关在等着他们。那边有开关，给那个蓄水流弄坏了，所以没办法关了，所以这一定要塞住了。对对对。大雨溪水暴涨，冲垮挡土墙，压到下方的蓄水池排水孔。为了装满蓄水池的水顺利往下流，需要人工把孔塞住。水管线大功告成，但引水是否成功，松林部落锦自来水主委白光华告诉我们还要再等一等。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那个接下来之后呢，我们要送到那个蓄水池两口那边，然后接着那边又放出来，要放在冷冻之后，晚上蒸之后，今天晚上就可以要在今天的看到雪可以进到雪了哈，就这样子。那冬牛的压力啊，已经放松了，等了一个多小时，看见白光华松了一口气，但水要进到部落的任务还没完成。他带我们到下一个蓄水池，确认通往部落的水是否成功，再迈进一步。现在往部落的先关起来。水先到这个水池满了以后，它会自动的就往部落去了。啊，很脏，别放，还很脏，对。哇，终于来了。你的那个口水、啊，没关系。我只能够说，感谢天上的神了、啊，你当了一个管理员后，就会想到部落，说什么时候会有水。很多小孩子，他们还要洗澡，还要上厕所，这个问题是这样，当然小弟啊有这样的压力啊，这样想，没有电还可以。
啊，我们生活上哈绝不能缺少的就是这个水了。哦，你还能有一个空气。白光华当了30几年的井自来水主委，每到下大雨都是他最担心的时候。就像才刚拉好的水管就被下了一整夜的雨给破坏，部落又出现断水情形。隔天一早，他和族人再前往水源地重新拉水。还是要盖一下了啊，这水还是要听老人的，不能自己用的。像是那边晒住了，像我真的你很有经验，老人的做事还是要听。他说那边已经晒住了，他说可能水那么少，我剪不剪掉？他说剪掉。我这样问一问，30多、30个在那边挡那个转弯，所以水没有下来。因为昨天水真的很大，你看那个水，我们弄的那个不是很深吗？土都这样啊。盖起来呢，我这边花了快1个小时多。他不要上来，他来上来，他不要上来。哦，因为他们小孩子不了解这个情况。黑管的接驳哈，因为它的压力很大嘛，所以我们原住民的方式，自己我们原住民这样的想法，就找那个木头哈，在木头顶下来，然后就绑那个黑管，然后再绑那个木头，这样才不会脱落。这样的那个哦，才不会脱落这样子。这个叫贴衣无缝绑法，这个绑下去稳了。管子的那个接驳是一定要在这个中间。所以木头的话一定要绕过这个接头的地方啊，这个这一边的一定要绑，一定要绑，然后再绑，再不会脱落这样。要把水送进部落非常不简单，从管线拉到水源头，等第一个蓄水池满，确定引到第二个蓄水池，再流进部落各个家里，就要花一整天时间。但暴雨后山泉水遭到污染，只能将就清洗东西。如果要煮东西或拿来喝，还是要用矿泉水应急。这个水还是有一点浊，就是这个水从那边来的。这个水已经慢慢的白了，早上的时候很浊，中午我开的时候也是很浊。现在已经傍晚了，慢慢的应该可以，这样的话应该可以洗澡了啦。出来的水依然浑浊，不止松岭部落碱水遭到损害，其他部落也碰到同样问题。30个碱水系统中，超过一半以上遭到破坏。水利署8月9号也预拨172万元给南投县政府抢修碱水。从水源头这边开始治本了啦，一定要把水源头做好。可是山沟的溪水也很难讲，你看嘛，这么。从来没有这样过的，怎么突然的这样把所有我们做了好几次很多钱的水源蓄水池都被冲掉了，而且还把两边的那个什么堤防有做一些堤防也都被冲掉了，是希望能够再重新做很好的一个规划，再把这个水源头再重新的做起来，能够让我们的部落不要因为大水来每一次都这样没有水喝。自来水普及率有城乡差距，根据经济部资料，没有使用自来水户数最高是屏东县11多万户，再来是高雄市、台中市，第四名才是南投县。而南投县自来水普及率是全国倒数第二，因为南投县原乡地区有信义乡及仁爱乡，部落几乎都使用碱水，也就是在地族人自行找水源接管。如果再次受到灾害，族人第一时间如何抢救水源及彻底改善原乡部落民生用水问题，都是未来重要课题。